喽，兄弟。一打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怕被塔杀而已。他被他们打一个硬塔杀，顶不住。砰砰砰！拜，麦克斯，拜拜。舒服，各位。我的，谢谢。再给你一发，不好过去。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哎呦！意外变成了贝特，各位。不能说幸福就是来的这么突然，各位。意外变成了贝特。好爽，祝福祝福，顺起来喽，各位！敌人消失，发起进攻。野区有敌人入侵，头破血流了，麦克斯。主动装备，头破血流了。这样没中，哎呀，他跳脸上什么意思？推，没有，他怎么是他为他推回来啊？有点尴尬呢。敌人消失了，不是啊，我以为他要推回来啊，有点尴尬，你知道？弩车出袭，我以为他直接推回来，他结果他直接往前推了，很尴尬。他推回来我可以帮他，他扛塔我直接帮他狙一发。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没有预判到我辅助的心理，他看起来不太想扛塔，没搭配好哎、欸，这波，不然感觉兔子要死了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可以啊，兄弟！哇，有有，你这么推，哇，有点美啊，老哥！有有，这波这波推很美，直接两个重叠，他直接一推二，这样就直接虐穿了没？我方凯撒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那怎么一推二，一直一推二啊？哈哈，太扯了吧！是可以这样子一推二的吗？靠背，先拿一下。二技能还在冷却中。Enemy double kill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。抓到你喽，兄弟！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踩到，你在这边回家了哦。残血喽，小兔子。对，他当没看到。小白兔。哦哟，我刚刚那一发叉叉没划到啦，慢了那一点。哎，死去。A
爆出！要啦！被电死！哦哟！皮诺特，这个直接电死！哎，皮啦各位，皮啦！这个还有一个冲撞哎、欸，受不了哎、欸，直接被冲撞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直接上个复活甲。妈，这个不能被打到，不能被打到低于六成血，不然直接被撞过来，直接死去。六成血是他的斩杀线哦。不能低于六成血，要在后面乖乖的狙杀，等他们冲过来，直接被顶是受不太了。小进攻凯撒。缓一下，推。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给位移再加一个大招，飞太远。圣光魔龙被击败。气球集合。凯撒进攻敌方防御塔。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喷出了，小兄弟，拜拜 ，A 死你，给我滑，艾琳凯撒，你被召唤。想给我新兵，输一输，拿这个蓝很舒服的，多了20%。中转下，疯狂 poke。大招还在冷却中。有哎呀，没有了啦！哦哟，对不起啦！哦，没事啊，交给你们了，各位。直接被冲撞啊，没办法。加油，游起来，水 ，OK， 继续。直接被顶，没办法。这个医生说没救。城市赛没有吧？没有要去上，都要上，也很猛，但这把很推啊。他很推，我也很狙 ，OK 吗？完美。大家好，我是空巴海032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还想要看我拍什么类型的影片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